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道说六十四卦。今天的内容是震卦。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规则听课，首先呢要自己去调整自己的身口意，站桩、打坐、睡神仙、行走，关键是放松身心。在听课的整个过程之中，这几十分钟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或者说洞天福地，我们可以观想自己到了孙悟空的那个家乡花果山水帘洞，去感受那些仙气，让我们也沾沾这种仙人们的那个环境的风水，这些都来自于我们的观想力。在整个修行的过程之中，这种观想力是举足轻重，非常重要的。然后可以调整自己的呼吸，呼吸尽量的缓慢、深长、均匀，从头到脚放松，这就是一种预备。每次听课的时候就把自己预备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事半功倍，得到这种特殊的道系的修真的方法。今天要讲的这个震卦呢，是六十四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它上面是震卦，下面是震卦，两个震卦重起来的，称为八重卦。一共有八个卦，是就是上卦下卦都是一样的，这是它八卦的本来面目本卦。然后由于八卦之间的这个重叠，才会演化为六十四卦。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站在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六十四卦。下面呢，我就先把这个它的周文王当年的原文、卦辞、爻辞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们再来不慌不忙的来解说、来开示，让我们去理解他当年的圣人，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他在这一卦里，他又在告诉我们后人一些什么的信息呢？要让我们怎么才能够正确的修行，正确的走下去。现在看这个震卦，震卦是震上震下，卦辞亨，震来细细，笑颜雅雅，震惊百里，不上比畅。这是它的卦辞，就是整个卦的总纲、总的纲领、总的提纲，然后才是六个房间，一个一个的，它每个房间有一个爻辞，就是针对这个房间、针对这个爻，它有一个思想。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初九，第一个房间进去了，叫做震来细细，后笑颜雅雅，吉。然后到第二个房间叫做六二，震来立，意上背，基于九零物足，七日得。这是第二个房间的这个纲领。第三个叫做六三，震疏疏，震行无损。然后进入第四个房间九四，震遂离。你看我们古人的这个作文的风格
能够少写一个字就不要多写一个字，能够少用一个字就不要多用一个字，所以它非常的精简，和我们现在做文章就不太一样，它包括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过一会儿我们来解说。到了第五个房间，六五，正往来利，义无上有事。然后第六个房间，上六，正所所，事决决，真凶。正不于其功，于其邻无咎，婚垢有言。好了，我就把当年的我们的圣人周文王的这个卦辞爻辞就分享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慢慢的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开示，让我们深入的去理解这个卦象。其实今天这个日子是还挺特殊的，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是12月26日，这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这个国家所谓的新中国建立的出了一个伟人，他的那个生辰呢，就是他出生的时间呢，正好就是今天，所以说今天实际上是一个对伟人的一个缅怀，一个纪念。而正好这个正卦呢和这个伟人的一生呢息息相关，是有关联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正卦也算是对我们的伟人的一个缅怀吧。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正卦它的象征，要懂得这个八卦。正卦是什么？是雷啊，天上打的雷，雷声惊天动地。当年那些建国的这些伟人们，他们的一生那确实是叫做惊天动地，就像那个打雷一样的。也可以说在他们步入这个成就的过程之中，那是所到之处就像天上的那个惊雷一样的，让他的那些对手们或者他们的敌人们四处逃窜，那确实是很厉害的一番伟业。所以说这个正卦它在我们的古代几千年以前的话，大家对大自然的这个现象呢是很重视的，特别是闪电打雷对每个人都是有震动的，因为大家还搞不清楚天上那个打雷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这个卦象呢它就和这些战争啊、建国呀、天下纷乱啊这些都有一些关系，密切的关系。那它对我们自身的修为呢有什么关系呢？也是关系挺大的。因为人在那种动荡之中，打雷嘛，到处都闪电打雷，是人心是在一种动荡之中，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整个它这个卦辞啊，实际上就在点明了这个雷声震动，震哼震来细细，笑声哑哑。大家正在做一个祭祀，因为在我们古代每遇重大事情或者是定期重要的节日就要做祭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一个节日。前几天就是这两天嘛，经常看到那个微信里面有人在抵制现在的这个圣诞节。其实圣诞节现在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喜悦嘛，大家一种欢笑，
它到底来自于何处，它当初那个源头有什么意义，其实现在的人并不关心。大家关心的只是我们活在当下怎么快乐，怎么幸福，怎么在很疲劳的疲惫的这个时间里面有某一天让自己放松下来。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节日我们都想过就过吧。为什么呢？放松一下，放松之后过几天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工作学习生活。如果我们节日都不能够很放松很轻松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去工作呢？好好的，因为工作它总是需要有一个有章有次的，不可能把那个一根弦绷得太紧，绷得太紧的弦容易断掉。就是劳逸结合，该休息休息一下。其实每一个节日就是在休息。这个正卦呢，就相当于祭祀，祭祀也可以理解为古代的一种节日，一种盛大的节日。就像道家的很多在重要的这些时间节点里面会做一些大的法事，其实那就是一种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种节日，我们古代的一种传统文化里面的节日。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几千年的不断的流逝，这个时间它会变异，慢慢的就变成了普通的节日。像我们道家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这个易经的这个文化呀，道教的这个文化呀，其实我们现在的老百姓每天可能都在用这些词语这些知识，但是呢他不知道它的来历，他不知道它的源头，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很正常的。那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整个卦辞在讲些什么呢？整个卦辞其实就是两个雷重在一起的不断打雷。它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雷电呢可以摧毁邪恶的势力，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啊，人间呢几千年以来经常有一些妖魔鬼怪呀、邪恶的势力啊来掌控人间。那么这个雷电呢就有一种惩罚，就是当人们做错了的时候，上天不会说话的，但是它可以降下雷电来惩罚这些，比如说没有孝道的人，过去所说的有个人没有孝心，虐待他的爷爷奶奶，结果被雷劈，过去都是这样说，现在这个词语里面也有某某人太没有孝心了，这个人要被雷劈的。所以说雷电有就是摧毁这些邪恶势力。所以说我们从古至今都崇尚孝道，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的源头。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学习道教文化，为什么？因为道教文化里面的神仙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华人中国人的祖先，我们去学习它、了解它和崇敬它，其实就是在尊敬孝敬我们的祖先，它是一个源头，就是我们的来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了，那肯定对我们的未来也没什么好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这个雷电呢，我们在路上走或者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突然天上打雷，我们会有什么感觉？那个雷打得特别响，好像就在自己耳朵旁边响，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害怕。这个恐惧害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是好事，看怎么看。吓一跳，吓一跳本来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的话，那就是好事。虽然他震惊百里，虽然他笑声哑哑，大家一下子就沉默了，因为感到害怕嘛。但是害怕之后呢，我们就检讨我们自身的德行，我们就检讨我们自己，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做的对不对，过去做的对不对，是不是哪些事情做的不好，比如说是不是没有孝心，是不是在单位上莫名其妙的去跟一些同事啊、领导啊作对，实际上是自己的问题，这个检讨了一下自己是有好处的。所以说那个雷声震天
正经白领让自己感到恐惧和害怕，它本身呢有两方面，这就是阴阳太极的奥妙。当我们镇静下来之后，我们检讨了自身该怎么修身修德，先做一个好人，然后我们再去祭祀，这里面就牵涉到忏悔，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忏悔。我们也可以用那个道家特有的这种磕头功，在天尊面前去磕头，磕头之后在内心进行忏悔，永不再犯。那么这个雷声响彻天地，对我们呢就不是坏事，它变成了好事。这整个这个震卦，如果我们表面看好多人的解说，他都是会感觉到是很恐惧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之后，通过修行反观自照，突然发现这个震卦倒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卦。比如说刚才讲到我们的伟人嘛，当初这个伟人某伟人，他只是一个书生，一个农村出来的一个学生，如果是在一个和平年代，他可能就规规矩矩的读书，慢慢去读书吧。但是偏偏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就是象征比如这个今天这个卦到处都在打雷，到处在闪电，就天下到处在打仗，那么他就不得不去思考，不得不去面对，这个过程之中慢慢就激发了他的那个一种要救国的这么一个意念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要去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他去学习，结果他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慢慢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思想，然后他就觉得应该带领这些有志之士起来做一番事业，然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经过了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跟这个震卦一样的，是有好多人要流血牺牲，好多人什么过25000里长征，要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整个过程他自己也是极起极落，中间也是受到好多的排斥，因为大家搞不清楚不理解，他自己提出了好多的这个做法别人都表示反对，然后他要去一个一个的去说服这些人，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所以说这正印证了这个雷卦，当你自己的这个观点别人还不接受的时候，那么外在的这些雷电的响彻可以对我们内心形成一个反观自照的一个自我的修行，这就是这个震卦的这个卦词。虽然震惊百里，但是不上比唱，就是我们还是要让自己镇定下来，尽量让自己安静下来定下来，因为一个人如果被吓坏了吓破了胆，他也就没有智慧了，那没有智慧也就无法做事情。所以说这个震卦的卦词是周文王在提醒我们，当外界的环境不好的时候，当外界的环境很恶劣的时候，我们感到害怕，这是每个人的第一反应，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第二反应就是定静下来，宁静下来，安静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修为。修为越高的人就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是那个前面就是那个山塌方了，自己在旁边色不变，就是很镇静的。这就是这个卦词是周文王在教育我们，就是我们无法控制这个外在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修行控制我们自己的心境，控制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定下来，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进入第一个房间，初九，震来细细，后笑颜雅雅，吉，这就是到了第一个房间里面去了。
这在讲什么呢？正来细细进一步细化，因为刚才是讲的总纲，这整个总纲这个正卦就是外界的动荡不安，也可以理解为那个天上的神仙们对我们人间的某些坏人妖魔鬼怪进行就是警告。对内呢，就是自己一个善良的老百姓听到那个外界的环境的打仗啊动荡啊或者是雷声也是感到害怕的呀，这个让自己静下来修炼。进入第一个房间之后呢，就细化了，雷声响起的时候我们确实感觉非常的不安，但是呢我们静下来后就是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静下来，就相当于我们休学，好多同学们的心性不太好，有的人有些事情上不如意的时候，不如他自己的意，他就会反感别人，甚至是会出口成章，就是骂别人。有的人可能在生活中不仅是出口成章，还要变成一个出手的恶人，包括在自己家里，特别是他有强势的，比如说是做长辈的父母的，他对他的小孩子他有这个威力的，他可能会出手去教训他的那个小孩。这种时候呢，就是说要克制节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就缓一缓。最简单的方法，道家的深呼吸三口气，让自己缓一缓，再去决定那个动作到底好不好。正确的做法是后静下来之后反而笑颜牙牙，有的人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这一群之中总有修为高的人反而笑出来了，微微一笑。为什么会微微一笑啊？因为他突然发现那个雷声在房子外面打，哎，伤不了他，没有必要这么害怕。然后看到其他人吓得脸都青了，旁边这个人修为高一点的人心里面就微笑了，用手拍拍对方的肩膀，小老弟不要害怕，这个雷声还远了，离我们这是什么吉，这就吉祥，这就是对旁边人的帮助，就是无畏师，就是当别人害怕的时候，有的人到医院检查癌症吓得不得了，这个是时候就急需旁边有一个人很和善和蔼的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不要害怕，癌症不是绝症，癌症在我们道家文化里面只是一种慢性病，他的那个癌细胞未必是在你一个人身上的，可能好多人身上都有，正常的，不要害怕。当我们的心静下来之后，最后一个字吉，这就是周文王的鼓励，他在鼓励我们，这样我们就吉祥如意了，不要怎么害怕了。这就叫懂得更多的知识。往往感到害怕的人遇到事情六神无主的人，就是他的那个知识太少了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过于的相信我们生而知之的那一点先天的那点认知还是不够的。所以说道德经告诉我们为学日益，就是每天都要学习，我们每个人的学习要保持一生的，不能停止的。所以说我们倡导是终身学习，一定要终身学习，就是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的脑袋还是清醒的，我都每天要学习。对我们来说就是每天听我们的开示，听我们的课程，你听多了之后这叫熏修，智慧会不断增长。那我们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烦恼的时候，我们就会临危不惧临危不乱，心定下来再说。然后到第二个房间里面去了，正来立，意上背。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是突然袭击，就是那个惊雷啊，天上的雷啊，是突然打出来的，
有时候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时候，就是看不到乌云的时候，突然也闪电了，突然也打雷了，这种情况也是有。这种时人们是更加感到危险和害怕，所以说正能量危险。甚至有些人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这种也有。比如说过去在整个古代历史上，那个黄河泛滥，黄河那个水呀，有时候应该说是在整个历史上是一直没有把它治理的好，它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会有大的这个水灾。这个时候你就坐在家里也没用，一阵大水就把你整个房子就冲走了，家里那些牲口啊、什么东西、粮食啊，全都冲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基于九龄，跑到高山上去，这是唯一的办法。高处，向高处走，到了高处了，就安全了。所以说，在这种外在的这种灾难来临的时候，易上背，就是钱财失掉了。就像有的人投资，投了一笔钱，亏了，这就相当于灾难来临。解决方法是什么？跑到高处去止损，不能就是通过评估觉得可能是判断错误了，就不能再投了，再投就越亏越多。这个时候就到高山去等着，结果7日后呢，就是7天以后，另外的好事又来了，因为他平时积累这个做好事，就像我们经常知道那些人做财布施啊、法布施啊、无畏施啊，他这边损失了，那另外的好处又来了，就是上天不会亏待这些善人，上天自有自己的法则，有因果法则，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就是第二个爻告诉我们的，哪怕遇到很大的危险，甚至有损失，也不能六神无主。好多人六神无主，损失了一点钱，就再投一点，再投一点，越投越多，越投越多，最后全部亏光了，一次失败就倾家荡产，这种事是很多的。而且我因为是这个全国的听众很多，他们会私下的来找我，跟我聊他们的一些事情。好多人出现这个，不是个别现象，其实原因就是他的这个知识架构里面呢，对易经不太了解，不太理解。所以说，我很建议大家多听我们的六十四卦，听多了，你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容易解脱出来，就不会越陷越深。一只脚已经踩到那个泥坑里面去了，就另外一只脚就不要伸进去了。就像当年这些毛尾人他们过草地，过草地就是后面这个有一个爻就专门讲这个道理，就是他那个脚如果被陷进去的话就不能动，必须有人帮助，就自己没办法解脱不了的，越动越深，越动越深，最后就死掉了，就掉下去了，因为它周围没有一种那种很坚固的石头，你可以在用手去趴在石头上就可以自己把自己救出来。它这种是淤泥越陷越深，这种情况下的话需要外力的支持。所以说我们讲究的，道家讲究的是这个要口传心授，一边学习知识，另外一边呢需要天尊的这种加持力。所谓的加持力，就是外面有一种力量，把你从那个坑里面、泥坑里面拉出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大量的这些连接专项，就是为了把大家拉出来，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道家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到第三个房间，正输出，正行无损。这个震动不仅仅是天上的这个雷声震动，好像大地都在震动，这个就更可怕了。这个是怎么才能体现一个修行人呢？修行人其实在任何时候，当周围的人惊恐不安的时候，自己要想办法去安慰别人，这是一个修行人
的义务，也是一个修行人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看到周围的人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主动去投去这个温暖，给他以温度。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作为道家的修学者的一个责任。因为如果大家都不这样做的话，那大家都处于惊恐状态，肯定不行。所以说郑叔叔哪怕大地在震动，但是我们还是很坚定的向前走，就没有灾难。因为毕竟它不是每个地方都在震动，我们慢慢慢慢就远离了那个震动的中心点，就到边缘的地方去了，灾难就离我们而去。其实这个话从修行身体内在来说的话，它其实对人体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我说修真是有危险的，就是因为在修行的过程中，当灵魂的觉醒，它里面会震动，这个震光也会体现在身体里面。有人跟我说他这个脑袋震动一下子就像爆炸一样，感觉心里面感觉很害怕，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正知正见，要知道这个是修行的能量的聚集，到了一定的时候它的一种震动，就是把我们灵魂封在身体里面的那种封闭的那个东西，那把锁被这个能量啊冲破了，我们人的主观感觉就会感觉砰一下子爆炸了，好像脑袋爆炸了，吓一跳。如果感觉很平静很安静就闯过去了。有的人是小腹部这个丹田就像发动机一样，那个汽车发动机呜发动，这也是震卦的作用嘛。所以说震卦它不仅是对外在的相的描述，对我们的心性的描述，也对内也是对能量命宫的描述。所以说它是性命双修，性命双修是体现在这两方面的。内在的震动的地方很多呀，下丹田会震动像发动机，中丹田心脏都有可能震动跳动。如果收工之后感觉是正常的，就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些都是说明我们修得很好。除非收工之后都觉得不太好的话，那就是有干扰，有业障的干扰，冤亲的干扰，那个就要用特殊的方法把它超度掉。所以说在整个修行过程之中，在远离这个震动的中心，让我们的心性不再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修行到最后它的胆量就提升了。而胆量的提升本身就是需要自己的能量，如果能量不够的话没办法提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九四震碎泥，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天上打雷一震动，我们心里面一慌，掉在那个 泥坑里面去了，害怕了。这个就刚才说的过那个草地，当年那些红军过草地，其实当时是有一个统计数据的，很多人牺牲掉的死掉的，这个过草地的时候，因为他大家不熟悉那个地方，第一次过去嘛，一进去了就出不来，就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走，哪些地方是不能走，这个是你作为一个陌生的一个状态是很难知道的。所以说修行的时候为什么需要有善知识的引导，就是每到一个境界去了之后自己不知道的，第一次去不知道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也是很重要的。说到这里也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道家不主张就是定期的去在外面用钱去买东西，买那些动物来放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发现好多人去大量的，现在社会上就是过量的去购买。我过去也曾经做过去购买一些，比如说麻雀，购买一些鱼，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不如法，
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呢？结果这些购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的做的大的，他一次购买是几十万的，买麻雀啊，买鱼啊，买泥鳅啊，突然发现成了一个产业，就是这些人在为了自己放生，定期的拿10万、20万、30万、40万、50万去买，却鼓励了这些经营者，这些就到处去捉麻雀，到处去捉鱼，到处去就变成了一种伤害。不仅如此，然后放下去一下子，比如说放10万元的这个鱼，你想想有多少啊？或者有的最大的，我看报道可以，他是买100万的那个金额，100万人民币的那个动物放在那个水里面去，那是多大的量啊？放下去就死掉了。最后发现这不是放生，这是在鼓励那些人在贪婪，贪嗔痴的贪。第二，在鼓励这些人杀生。所以说最后发现这个方法不如法，不能做，还是道家。道家是什么？道家是叫做随遇而安，叫做逍遥自在。就是你在路上无意之中看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把它买下来，或者帮助一下它，这个时候才叫真正的放生。而且要考虑一下放了之后它能活多久，环境野生的归于野外，这是非常好的，家居的归于家庭，这也是非常好的，这叫如法。所以说我们认为超度冤亲债主，超度这些业障，超度和我们有缘的众生，这是最大的放生，因为直接从灵魂上下场，而且不会让这个人间的这些出现一些不如法的现象。所以说我们道家弟子一定要记住，要拥有这个智慧的积累。所以说我就发现，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好多居士们，特别是佛家的那些居士们，天天放生，最后发现越放那个气色，脸上气色越不好，有好多人放久了之后就脸色发青发黑，变成黑色的了，青色的了，然后精神状态也不好，家庭也不好，去，因为他在杀生，但是他不知道，这叫好心办坏事。这个从古至今，好心办坏事的事情不少。然后来到了六五，正往来立，一五上有事，在震动之中啊。人们变得六神无主，他就会来回奔跑，就是感觉无法安心，这是最危险的，最不好的。其实我们修行的时候，有些人比如说在渡劫，所谓渡劫就是莫名其妙遇到一些对工作呀，对学习啊，反正就是怎么能折腾自己，他就会出现这些事情。这个时候特别要告诫自己，不能出现这一个爻，叫做正往来力，就是心里面六神无主来回奔跑。比如说我们同学里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他过去就是因为没有智慧嘛，就做了一些投资，然后投资就亏掉了，亏掉了之后他要去还就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就会让他六神无主，然后他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他就看到任何一个人遇到了，他就都觉得是件好事情，让他去投另外一个新品种，他觉得啊，这个可以用这个投资来挽救我上一个投资，非常高兴。结果进去之后发现又亏了，然后他就更着急了，因为那个债务就越背越重嘛。咦，过了几天又有一个人，又有一个新项目，又有一个新的投资来了，哎，他听很好很好，太好了，他又去做，然后又陷进去，就这样。这就叫做正往来力，就是来回奔跑，就是一会儿觉得这个好投资，一会儿觉得那个好投资，一会儿在东一西，一会儿在南，一会儿在北，结果到了最后发现生不如死，甚至有自杀的这个意念都出来了，都不想活了，觉得好像怎么上天对我太不公平了，这是上天不公平吗？和上天有什么关系呢？
人的命运真的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只不过要懂方法，要用道家的方法。道家的方法，性命双修啊，要让自己静下来，磨刀不费砍柴工，不要去到处乱奔波，该静下来就静下来，哪怕那里债务缠身很可怕很难受，也要让自己静下来，强迫自己静下来，甚至强迫自己离开那个环境几天，出去静一静，去旅游一下吧，可能会有新的灵感，或者是说让自己明白，先积累福报，先积累知识，先学习，要看清楚这个世界，你看不清楚你怎么办呢？亦无善，这样丧失的亏损的才会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积累积累，它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回来。这就是说的过去有句话叫做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现在我们是用道家的思想告诉大家，哪里跌倒换一个地方爬起来也是可以的，就是不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失败了我就非得在里面钻牛角尖，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看那些隐匿明星自杀的，其实就是这个钻牛角尖，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来学习道家文化，如果他们有时间学习，他们的想法变了之后，他们就不会自杀，他们的命运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义务上有事，有什么事？有心事困惑呀，所以说这个时候积累福报是最重要的，不要老是想到赚钱赚钱赚钱，往往这种人都赚不了钱，反而懂得布施布施布施的人最后反而发了财，这叫反着道之动，是反着来的，就是和人们的想法是反的，不对的，是贪的人最后贪不了，老是布施的人帮助大家的人最后发现很幸福。所以说要做手掌心向下，不要手掌心向上，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去帮助别人。我们是很主张首先做法不是依靠大家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坚持不了，这是第一，做好事也坚持不了，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来指导他，他做不了，他不知道怎么去才能积累的更快一点，因为积累福报也有快和慢之分。所以说我们主张是加入我们的义工队，在义工队里面有好多老的义工，资深的义工，他们已经有经验了，他们对这些新的义工进行指导，那么积累福报就会比其他方法要快得多，比一个人快至少十倍以上甚至百倍。为什么？他不会走弯路，不会走怨路，不会就是说本来想做好事就做了一件坏事，就像刚才讲的放生好心办坏事，如果有人指导有人领头，他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他做的好事就会在宇宙中形成一个力量，最后换一个地方回来就回来了。说到这个好心办坏事，就有一个历史故事，一个惨痛的教训。李靖有一个传说故事，唐朝的一个战神军神，就是他特别会打仗，几乎百战百胜。李靖那个封神榜里面那个哪吒的父亲也叫李靖，那个李靖和这个李靖，他里面就有就是这个故事的来历的一些相关之处。这个李靖实际上是历史的真实的人物，李世民身边最厉害的军事家，不仅如此，实际上是道家人物，深藏道术，叫做神龙见首不见尾，能够把握住任何事情的一些精华精髓。他曾经跟李世民君臣问对，就写了一本兵书，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些都是道家很重要的一些内容。你别看是一本兵书，实际上是在讲怎么修仙，你怎么去弄怎么去做，就会让自己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居于很高的位置，
修得很高品位。这个修仙呢，修真呢，修道修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平时打招呼啊，这些我觉得作为我们同学们可以就是练一下打招呼的方法。其实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知道都是未来的神仙，这个神仙呢不是天上飞的那个神话里面的神仙。什么叫神仙呢？神仙就是指的我们真心的学习道家文化，然后我们愿意行大乘之法，我们愿意慈悲为怀，去帮助尽量多的天下众生。当我们发心，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神仙。所以说每个人打招呼，同学们，特别是我希望我们的义工队同学可以自己先开始，都可以称呼对方为神仙。而神仙呢又分多种，小孩子叫做小神仙，这个神仙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只需要自己喜欢道家文化，发心大乘，慈悲帮助人，善良，就是名副其实的小神仙。小孩子就是小神仙，成年人就是神仙，女士呢仙女女神仙，男士呢男神男神仙，老年人呢老神仙。这样称呼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很多，它等于就是在就像人称呼人就像一个符号一样的，这样这个符号会提醒大家，哦，别人在称呼我神仙了，我知道我要做一个比别人要求更高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我要热爱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道家文化，把它作为我灵魂里面最重要的文化，成为我的信仰。在任何环境下，哪怕雷声震天震地的让我丢掉我们中华文化，我也不会听从，我很坚定。这就是互相提醒。老神仙呢，老年人尊重他，而他听了也高兴，因为神仙代表长生久世，长生不老，延年益寿，这是一个祝福。所以说在家里都可以称自己的父母长辈长辈老神仙，我相信我们的父母长辈跟他解说一下，他会非常高兴，乐意接受这个。小孩子小神仙，小孩子会更加努力去读书，因为神仙也是有智慧的呀。神仙不仅仅是说哦，他只是说是一个做好事，做好事是只是神仙的一个义务。神仙拥有智慧，大智慧，无上无边的圆满的智慧，这是神仙的特点。这个李靖呢曾经有个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去追赶大军，向前赶路，前面全是高山树林，然后呢身上没钱，因为李靖整个年轻时代的经济是很不好的，叫做起于草莽之中，就是普通老百姓嘛，正好没有钱，想喝水没有钱买，很难受，就向前，哎，正好看到旁边有家人，我过去在19岁20多岁我云游天下的时候，我到农村地带，晚上根本没有什么旅馆，哪有什么旅馆呢？我去敲门，敲一个老乡的门，告诉他我走到这里需要在他那里住一宿，对方很热情，让进去给我水。这个传统几千年来，特别是在偏僻的地方还很民风淳朴，他们其实最容易有人引导的话最容易学到，因为他没有这么大城市这些被污染掉了，他们没有被污染。这个李靖也遇到这么一个好人，他就敲门，就出来一个老太太，一看他饥渴难当，让到屋子里面去，然后呢给他喝水，倒一杯水知道，然后就正在聊天，突然天空中有人大叫天使到，吓一跳，天使啊，天上的神仙来了，然后突然听到在敲门，
这个李靖吓得不敢说话，因为那个声音像打雷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雷声震天。然后这个老太太就出去接旨，然后过一会儿进来，让他不要多声，进来告诉他，他说我们也算有缘，不瞒公子啊，我是龙母，就是那个龙王的龙母，刚才是天使来降旨要去行雨，就是下雨，正好两个儿子不在家出去了，我的年龄又大了，龙母年龄很大了，已经不方便了，就是你帮我代为行雨吧。这个李靖也算是有仙缘嘛，但是他说我是一个凡人，虽然也在学道，但是哪有什么法术可以行雨啊。那是因为当时李靖很年轻，还没有学习这个行雨的法术。其实在道家里面呢有雷法，专门就是行雨，就是有的地方很干旱很干旱，就是好久好久没有下雨了。过去是中国是农业国，民不聊生了，所以说道家的这些老道士们就会出来用法术祈祷天上的天使们帮忙下雨。然后这个老妇人就说不用担心，我给你工具吧，他就给了他一匹马让他骑在马上，然后给了他一个净瓶，净瓶里面有点水，不多的，清清亮亮的，就是你骑在这个马上，然后他会带你去到了 一些地方，他叫的时候你就向下面滴一滴水就可以了。然后果然他就听从就上去了，那个马就一会儿就飞到天上去了，他也紧紧把马抓住，害怕怕得很，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嘛。上去之后果然一会儿那个到了一个地方，那个马就叫了一声，李靖赶紧滴了一滴雨，滴了一滴水，下面就是倾盆大雨。然后但是李靖不知道啊，滴一滴他觉得有点少，这个时候呢又到了一个地方，他向下一看，隐隐约约觉得那个地方正好就是来到了他们那个村庄，就是刚才那个村庄，他觉得这个村庄和自己挺有缘分的，如果下一滴雨好像下面的一直是干旱的，那个地是裂开的，好像有点少了一点，他多下几滴吧，他就从那个净瓶里面就多下了十几滴，下了之后完事了，骑着马回来见到了这个龙母，然后他旁边两个儿子也回来了，对他非常感谢，帮助他下雨，就准备摆宴席来招待他。正在这个时候天使又来了，就说龙王接旨，这两个儿子赶紧接旨，说你们太不像话了，刚才不遵圣旨，在那个柳家店那个村里面多下了这么多雨，害得下面一共淹死了553人，就是这个李靖呢就做了坏事了，就是那个雨下的太大了就把他淹死了，幸好你们的先辈老龙王有功于社稷，曾经做了好多好事，所以说只是降你们的爵位，然后给他们那个鞭打300，就是那个天上那个鞭子啪啪啪打300，还好留下了他们的命。大家知道吗？西游记还记得吗？里面有一个泾河老龙王就是因为少下了几滴雨，结果头被斩下来了，那真是的，那个老龙王死的真是有点凄惨，这两个龙王还好，最后他们也不怪这个李靖，因为那个龙母说如果你不来的话，他们耽误了这个下雨，罪过更大，可能会被斩首，所以说你虽然让他们被打了300鞭，但是呢还是不怪你，因为你不懂，你不是要有意害他们，就是不怪。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正卦，做任何事情要有计划，要有正知正见，要有智慧，要有福报，一样都不能缺。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听众们加入我们的太乙义工队，一个都不能少，因为他这个太乙义工是很简单的，都是在网上做一些
事情，转发课程啊之类的。时间多的呢，每天可以做。我们分成不同的这个做法，有的人确实很忙，你让他每天做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加入义工队之后，我要求一个星期做一点，做几分钟，做几十分钟，那任何人都可以的，甚至有的人可以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做一点事情，那我们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义工队。现在来到了第六个房间，正所说是决绝真凶，正不与其功，与其交不救，婚够有言，这是最高的一个位置。刚才那个位置是六五，六五其实是君位，就是一个卦里面那个五的那个位置是最重要的，它代表君，就是天地君亲是这个君。但是因为是六五，应该是九五之尊，六五的话代表阴气比较重，所以说这个君，如果是当时这个人正好在那个六五这个地方做了君王的话，他就会惊慌失措，他就六神无主，他就拿不定主意，就会出问题。然后到了上六呢，这个地方呢，在讲什么呢？在讲有些人呢，他就自己变成了雷。刚才讲的所有的就是外面的这个雷声震天，我们怎么去应对？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把自己变成了雷声震天。这在历史上有个故事，是谁呢？商鞅。就是秦朝的时候出来一个人叫商鞅，后来称为商君。他就是把自己，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他去说动那个秦王变法，秦王最后听了他，他用各种理由去说吧，说哎有道理，听了他，最后就变法，变了之后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最后统一了天下，是不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好事，但是是不是坏事？也是一件坏事。任何东西不完美的，有好的一方面，有不好的一方面。那个秦朝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秦始皇了，结果二世没有了，灭掉了。他自己的子孙后代呢，灭掉了。他的大儿子被奸臣所灭，二儿子呢，国家葬送了，灭掉了。为什么？就说明那个商鞅变法里面有重大的问题。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这个商鞅把自己变成了这个闪电打雷，就变成了让大家恐惧的一个势力，人们对他实在是太恐惧了，就巴不得他死，希望他死。结果呢，当这个秦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当了权，立即就想办法把这个商鞅处死，最后他死了自己的这个服务的这么一个国家里面，而不是死在外国人。而他做了什么事情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闪电打雷，太可怕了？原因就是他会把整个秦国的这些大臣都当成傻子，他觉得只有他最聪明。因为当时就有一个大臣甘龙就提出反对意见，就觉得你这样太严厉了，这人们就生活的太不如意了。这个商鞅就反驳他，就觉得你这个真是没脑子啊，你这些都是过了时的，我们现在要变法嘛，变法就变新的东西出来嘛，当然是大家现在不理解，没关系啊，我强行压制下去，最终大家会接受啊。哎，他真做到了，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强行压制下去，最后整个国家都做到了，他的变法成功了，秦国变得强大了。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下面的那些老百姓就觉得哎，这个变法很好啊，就在讨论议论纷纷，说啊，商鞅了不起，夸奖他了，在民间商鞅了不起，你看把我们变法十年，这个国家啊真是太厉害了，太伟大了。大家可能猜不到，商鞅做了一件事，商鞅就把这几个说他好话的人抓起来，觉得他们在那里议论纷纷，竟敢议论我商鞅这么了不起的人，抓起来流放千里。结果那几个人莫名其妙，本来是拍马屁，结果拍到马腿上了，流放千里，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人们对这个商鞅是越来越害怕，人害怕未必是好事，
然后他把那个太子的老师惩罚太子，但是又不敢真的去惩罚太子，把那个太子的老师用来惩罚，把他的脸上搞那个古代大众嘛破相，就相当于把一个烙铁那个烧红的印在他老师的那个脸上去，甚至把他的鼻子割掉。大家是不是觉得他像雷像电，谁惹到他都一碰就死？其实他旁边有贤臣，他曾经遇到过一个贤人叫做赵良，就觉得这样不妥，就劝过他，就说当年我们秦国出了一个相国百里奚，他当年治理国家的时候帮助了好多人，比如说郑国另外一个国家，秦国去讨伐，讨伐之后就把另外一个国家的叫做晋国的国君扶上台，就又挽救了楚国。你看他帮助了好多个人，在他的治理下以仁德征服了整个天下。但是他本人呢，当他出门的时候，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出门的时候不坐车，不像现在的人坐最好的车，上千万的车，他不坐车，他走路。天上太阳出来了，夏天不打伞，为什么？他是方便和老百姓交流。等他死的时候，整个国家为他流泪，因为他的德行确实是高，而商鞅呢，德行确实是不高，而且很叫做薄情寡义。这人劝他，但是商鞅听不进去啊，心里面想，我这么成功，你再这样说我也不相信。所以说我们做事情一定要宽宏大量，叫做什么呢？得理要饶人，过去叫得理不饶人，我们得了理也一定要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仅如此，得了理还要饶人，这才是真正修道的神仙的品质，大罗金仙的品质，慈悲的品质，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去做，不是嘴巴说。所以说商鞅把自己害掉了。所以说上六最后一个这个爻震所锁，这个位句大家都看到那个商鞅就变得全身发抖了，太可怕了。这跟妖怪有什么区别啊？因果报应一定要相信，因为身边所有的人，他商鞅他做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在看着他做呀，他对所有人残暴，这些人最终会反过来对他残暴的呀，他是榜样啊。所以说我们教育孩子不是嘴巴说，一边打麻将快点去读书吧，孩子一看，小孩子读书肯定不好，打麻将好，不然为什么打麻将？你随便说多少都没用，以身作则。所以说要让别人对自己善，自己对别人要先善，这就是在正卦。周文王啊，用整个卦一个卦词六个爻辞都在提醒我们，施仁政，对大家仁爱错不了。最后叫什么，得了一个结论，叫做婚垢有言无咎。婚垢有言其实是广称的是阴阳，婚垢就是男女嘛，男女配婚是阴阳啊。你想想，就像一个小青年刚刚性成熟开始恋爱，遇到了对的人什么感觉？愉悦呀。所以说人们修行也好，为政也好，他都是讲这个，要让大家身心愉悦，而不是感觉全身发抖可怕，觉得这才是长治久安。周文王写下周易，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说周文王真正建立的国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长的800年，后来没有哪个国君可以这么长，再也没有这么长了。原因是什么？做不到，太难做到了。所以说我们修行修真以身作则，
要想教育小孩，要想在家里对每一个人做榜样，要让大家觉得学习道家文化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四个字，以身作则。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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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